多几二十年，是吧？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，这是平原。平原我刚才说了，我上平原住了20年，我开始就是说从知青下乡当知识青年的时候，干过一个生产队长。生产队长反正每年的一个劳动嘛，所以这个生活前后积累了差不多20年。20年的时间，我这到了平原。对于这平原，首先是我家乡的南大一两个县份，后来3、5个县份，然后变成我心中的情报之后的再造的平原。首先找到了一个写作方向。